Ladies and gentlemen, honored guests, 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由曼林舞蹈艺术学校主办的第六届收获金秋文艺演出即将闪亮登场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演出的主持人 Taro。大家好，我是 Julia。我是小主持人 Bernice。别看我年龄不大，我在曼林舞蹈艺术学校学习舞蹈已经六年了。我是小主持人 Aza。我觉得主持人就像是波浪，观众就是船，让我带您到一个又一个地方吧。我是小主持人 Halbert。有人说我比讨厌哥哥还帅，你要是叫他帅哥，请叫我帅弟。我是小主持人 Vania， 是学校里的小明星。过一会儿，我要为大家介绍学校里更多的信息。我们曼林舞蹈艺术学校的学员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天。今天我们要把最美的舞姿、最甜的笑容和最深切的问候送给您，在这个美丽又温暖的秋天里，一起感受丰收的喜悦。太好了，我都等不及了，咱们快点开始吧。好的，那么曼林舞蹈艺术学校第六届收获金秋文艺演出现在开始。